又把波切饭分为什么呢？波切呢叫分别，婆呢叫巧，善巧说法，有名声，波切嘛名声，波名有，名呢叫名声，就有名声，这个大家多知道点就是了，这都是解释佛的，又破邪名破，破什么？破音怒词，破你们音怒词，破掉音怒词，他这是引的啊，清凉果是引了啥？佛地论又有六种业。这前头是经着引着其他的经论大智度论的四种业，咱略举一些就行了，其他还引证很多，非常广泛，就是解释意识佛在，解释在字，在字就是说在什么地方，佛成了佛了在什么地方，这要四说的，说在波摩揭提果，指出来所在的处所，这个处所呀的果度叫摩揭提果，摩揭提果呢是总说了，这个摩揭提果是要四间相来说的，那究竟在何处呢？这个处所，无处所的处所，就是在法界。法界是没有差别的，法界无二，就是一真法界。法界没有宗，没有边，没有大，没有小，没有此，没有彼。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么个地方，没有彼此，没有大小，没有中间这个处所，是用华严义解释的。这咱们要学华严，这就是华严义。把这个在字，在无不在，就是这么个含义。摩揭提呢，无恼害，无害。那揭提叫害，魔叫无，就是无恼害。又者呢，魔当不自讲，揭提呢当自讲，是不自言此果度，他的将冰降的自摸好，冰的勇敢，灵果不敢侵犯，不敢到他这个地方来，就叫不至处。就是他这个国家呀，内政、外交、军事都非常的好，别的国不敢侵略他，他很强大。那在五印度当中，他是最大的一个国家，通摄诸国。因为这国王定的法律没有刑戮，有罪的呢，把他放至山林里头去，就放住。把他形容的呢，用他来表白，表白什么呢？表示佛的大悲，表示佛的大慈大悲。就是把这个佛在摩揭提的阿难要法重新又一种解释，再重复一遍，那解释跟前头不同了。阿难要法就成寂静处，寂静处也有两种，一种是药寺，
一种是要理，四呢就是在这个摩切陀国的尼连河彻阿耨频罗俱罗中，去人间的五里，这个五里的里呀，不是里外的里，是华里的里。印度说呢，一个牛叫唤的声音就这么远，那你定它吉利也可以定它，这个就是连这个距离呀、也是笼统的，非常笼统的。得了无上正等正觉而得了三昧体，说这个处所经常的有一万道场神守护菩提场的，永远有一万道场神。我到菩提场去，我一个道场神也没见到，说业障太重了，对，业障太重了，但随时都有一万道场神。说常在其处，一切诸佛成等正觉都在这个地方成，种在其中。解释是这样说了，反正这个地方就是法界了，法界无所不在了，说一切诸佛都在法界之内成的，这个含义是吧。这因为他要他自己的自性的离体，本来是无奈的，是寂静的，不动的，常静的，这就是如四呢，是随缘了，随缘嘛，利益众生嘛，是这个含义啊。要四说啊，说这个菩提茶是在尼连河边，现在这个地名不成立了，因为尼连河没有了啊，水早断了，断了把那尼连河呀，这个寺啊，如果你现在去看呢，那不是了，对，但是在那个时间是这个摩耶提国，现在当然摩耶提国也没有了啊，说在尼连河边，但是这要理上说呢，是骗法界的，法界无边，道场也无边，一切处一切刹一切这个场所，不论眼净慧都入是，目的是成佛度众生，实成正觉就成了佛了。从他无量劫来的情啊，情尽自生，情尽了，智慧就圆满了，这就叫实。说是佛在这个时间，在这一时，实成正觉。所谓正者，心无一切执着，就叫正，心无一所依，就叫正，理字相应了，就叫觉，得了这个法了，心无所依这个法，这叫是为之成。这自觉觉他为之觉，理字相应了也叫觉，实成正觉。觉有两种解义，以下显得处所主就是佛，众就是三四间，你说这些菩萨其他诸佛都有，说正足世间，气世间，有情世间，正觉世间，如来的一正二报，
但是依着清凉国师的意思，他把就是上头说是这个意思，他解释的，嗯，显他成了这个觉悟的实话，成就这个正觉的实话，嗯，他这个气世间就是菩提场，嗯，这场咱们肉眼是见不到的，嗯，这个你这个书上菩提场就是华藏世界的境界，嗯，跟其他经所说的华经所说的不同，他以下有十种庄严，形容菩提场有十种庄严。简略把它合成吧，说为四种。一种是地岩，地是土地坚固，金刚座的底下是金刚地。二者是以树庄严，不是咱们以岩岩果德吗？就是佛地的依报，依报的处所地岩，金刚地基，金刚座，树岩是菩提树，宫殿岩，那菩提场的宫殿很多的，嗯，这是不是肉眼见的啊？嗯，佛的狮子座，座有好大呢。84,000寻，4,000由寻，嗯，1由寻是40华里，那这个座子怎么大？不是咱们这个意念所能达到的，嗯嗯，是吧？这个座啊，就佛这个座，狮子座，这个宫殿，嗯，这个土地，这个树。要事上说就是这个样子，那现在要表他心地，表他理，理是表心地的时候，这个地就表法身，树呢就表菩提，宫殿表示无住的涅槃，座是什么呢？法空为座。空的，在思上表是这样子，在理上表一切诸法皆空，皆空。嗯，我们经常说地，地藏王菩萨也是地。嗯，地是指什么说的？说是在地岩呢，地岩呢？地是指心地，心地，地指心说的。地藏法门也是这样子，地，心地，心地含藏着无量心功德，所以这个地言就表的心地的法身，指佛的法身说的，毗卢遮那说的，树是表菩提树，菩提树，菩提树树表觉意，宫殿表着涅槃，无住的涅槃。座呢？狮子座，空的，法空的。说你说的84,000由寻，说多少都可以，空的。嗯，这是果了。嗯，因呢？嗯，因为他行无量劫的因行修行啊，修行。他把心地法身。种这个因，因成就了，因归于果了。说报得的因果，报就是果报，因必有果。报得什么呢？报得的金刚之地，这个地是金刚不坏的。嗯，因呢是以前以般若修因，以悲字的。导合的度众生，白字就是度众生，